这盆6月22号在 Fairfield 买的石斛兰，新开了一朵花儿。之前的老花儿就是买来就带着的那一穗儿花，还在，而且开得还挺精神的，没有要落掉的意思。那说明这个花儿还真的是很持久啊。另外也还有不少的花苞，将来应该会开的吧。掉下来的那一只，就是买回来就单独掉下那一只，不是我放在这个瓶里了吗？底下是水，最下面是有3个小石子在帮它固定。后来前两天我又放了几个泡沫球，就固定的更好了。这棵算是水培吧，底下还是一直有水的。我看到那个芯儿里呢，好像是要长一个花芽儿。这棵6月29号在展会买的石斛兰没有开新的花儿，但是有新芽儿，也是很令人欣慰的。同时在展会上买的这棵呢，就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。展会上买的这个兜兰呢，花谢了，说明它在我买到它之前，大约已经开了一段时间了。到我这儿2个星期就谢了，还好，它还有一个小苗，还是有希望的。在 Fairfield 买的卡特兰也谢了，这朵暂时还没掉，另外一朵已经落了。接下来就看我能不能把它们养活，并且再次开花儿。